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狮子合唱团。我是鼓手阿举，我是吉他手周强，我是唱长力 Q。我们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！耶、老师好，老师辛苦了，老师辛苦了。还继续哦，继续。我会保山。继续啊！我们要下车了吗？那我们可以讲我们等一下的快闪活动吗？可以。我们等一下有一个快闪活动，然后我们要伪装成就是要去扫地打扫，所以应该不会有人发现。我在人群当中。讲了很多。哎，对耶。然后会突然跑，跟待会儿跟主唱，我们担任主唱老师一起突然跑出来唱歌。对。然后唱完歌我们就跑掉了。对，快闪活动。所以要下车了吗？现在外面雨很大。然后现在掌机人是我们的总机助理严君。严君跟大家打声招呼。他摇头，他说不要，他害羞。刚开始跟他拉也没有多久。然后他单单带我们三个人，对，然后就像预先带高师傅一样，那个脸上很高，没有表情，对，龙虎，龙怎么 ？Poker face， 哦，对，没有表情，我以为他得了一种病，不会笑，最近没有，最近常常笑，龙九，他现在就没有在笑，龙九，龙五的妹，英文名 ，Call you 的妹。应该不会有人发现。但直接，你不是要直播到那边吗？直播可以中断吗？不要，我在直播。可以讲电话。台风要来了，多穿一点衣服。所以冬天来的时候，记得要做好防台准备。是这个意思吗？想要帮他们调整麦线。干嘛不拼出来？年均现在有人在看吗？真的、哦，有多少人？现在整个等下就很久，没有很久。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好难过。我要来问你们问题喽，没有怕很干。有对哪一个老师比较印象深刻的吗？小时候或者是现在？哪一方面深刻？学习啊，或是音乐上面也可以。音乐上面。嗯，或是你自己读书学习的时候。教基本电学的。好了，等一下。高中老师，我对他印象很深刻，原因是因为我高中三年六个学期，我有四个学期是留校查看，他为了我
每一个学期结束之后要开那个检讨会，他都站起来说：“这个学生有救啦，学校可以把他留下来，我个人担保他一定会变得更好。”哇！四个学期他都这样做，跟罗先生说：“谢谢你，我很爱你。”然后他就也知道我不会变更好，因为我常常迟到或什么，但是他就是喜欢我这个学生，他想把我留在身边，他想看到我，所以我很感谢他。那立秋呢？我人生中很多好的老师，我也加入过，我小时候加入过合唱团，那个合唱团老师，他会 K 人，而且不是你唱歌唱不好，是你在合唱团里面，他关心的是你的学业成绩，就你学业成绩没有到，等下听到音乐就可以下车哦，啊，等下听到音乐就可以下车了。什么音乐？感性的时刻。什么音乐啊？他们会那个，就刚那个音乐。对。好，我们访问一下阿菊。快场活动会不会卡？会不会紧张？不会紧张。嗯。是吗？谁玩？因为还是会紧张。我的话，感谢老师是，我很感谢。黄显忠老师，就是让现在教我打鼓的老师，对，然后我觉得他让我就是看到鼓，就是在鼓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蓝图，这样，对，所以我很感谢他，老师谢谢。好、嗯。一样，等待中。我们搬起来，我们要不要再靠近？广告，等待的时候，稍，再关等一下，好，稍待一会儿，不要回来，没有了。你也是，真的是冷起来，是突然在失禁的那种。这么暗，有一点暗，大家可以帮我开后面的灯。要怎么开？车子动喽。你知道今天有左左右右吗？啊，真的哦。对。好可爱。心虚缺缺。啊，很可爱啊。多讲一点啊，很可爱，然后很可爱，就很可爱。阿菊喜欢小孩？喜欢啊。喜欢哪里？喜欢小朋友，很天真啊。那像你现在也为人师表，你以前也有教学生。对啊。你对学生有什么感想？就比如说你从以前是学生，然后你有你老师，像你当了老师里面的学生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？有啊，就是你都可以听得懂学生在讲什么东西。因为他们可能讲过的话，以前你自己都讲过，看到以前的自己这样。对，就比方说，他说我这礼拜没有，就是没说有练，但可能其实没练。说你以前都不练，不练琴的，不练。对，不乖的时候。都有灯。要乖。那你要说一下你最不乖的学生是哪一位？这样不太好吧？叉叉叉，加油！对不起，好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我们这个团真的比较真实一点，大家。你现在还有？现在还有学生吗？现在还有？我现在有啊，现在还有啊。还有学生。现在还有学生，但是我是最近我们宣传期就比较没有在讲。阿菊老师一堂课多少钱？15万。一堂课三堂课500块。500块。对。500多，金砖吗？啊，金砖是什么东西？就是金子做的。哦，哎，没有，就台币。啊，了解。对，差不多。重点是，学费不是重点。重点是。那什么才是重点？重点是把学生教好。你到底是不是老师？我不是。I'm so sorry。你有把学生教出很厉害的学生吗？
有还不错的，我觉得。你觉得他会不会在教师节这一天感谢你？我觉得可能不会。我也教过一些吉他的学生。哎，开始了。都没有教出力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要出来了，要出去了。学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人群就好了。